Hey, 1, 2, hey, 1, 2,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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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被约谈，hey,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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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被约谈。等一下，我这边有个频率要抓一下，hey,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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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可以吗？好。哎，佩姐老师可以帮我们里面那场都送一点礼物吗？谢谢。我的吉他再送一点点礼物。小一点点吉他，可以再小一点。好，谢谢。Nice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椅子乐团。椅子乐团。大家好。我们这边要自我们介绍一下。自我们介绍一下，重点从你开始好了。好，我先开始。我是台中一中31届民吉社的社长，我叫永金。我是一中民吉31届的文书，我是仲颖。我是一中31届的副社，我叫孙博宇。为什么大家要笑？大家叫我分析。为什么大家笑你？没有，刚破音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又回到一中来为大家表演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上半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老师跟学长的表演，就是他唱了一首陈小霞的这个暗舞这首歌。对，这首歌我们很喜欢。然后其实陈小霞他是在就是这个我们乐坛里面很有名的一位前辈。对，那就跟雅慧老师一样有名。那我们这届其实蛮多人在玩乐团的，比如说我们是椅子乐团嘛，耶、yeah. yeah. ！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同届，就是女中的，然后新大附中的，有另外一个乐团叫做老王乐队。想不到吧？对，好啦，那就是我们这届还蛮多人在玩音乐的，那就是很感谢我们的上面有一群就是。我们的这个巨人们就是在音乐上努力，那我们很开心，我们能回来这边再跟大家分享。Slow down。Down.
谢谢。